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o 哥。今天呢，推荐大家使用扫荡券，让你的日常任务变得更加轻松。自从上次更新后，每日宴会后的活动，只要有参加，都可以获得十几张的扫荡券。我们就当每日平均给12张就好了，一周12乘7等于84张。我们一周有84张扫荡券。委托任务圣歌试炼，每次扫荡只需要使用2张，每日需要扫荡2次，一共使用4张扫荡券。迷雾之森每日需要使用4张扫荡券。每日的委托任务呢，一共只需要8张扫荡券，一周就需要8乘7等于56张扫荡券。每周天地之树守卫战单人加双人一共是3次，无论是单人或双人，每次扫荡券都只需要8张。一周需要8乘3等于24张扫荡券。总结，56张加24张等于80张扫荡券。每周我们只需要80张扫荡券，即可轻松的完成日常任务。所以大家还不赶快扫荡起来吗？跟我一起当个懒人宝宝吧。有一些人呢会问，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扫荡，那助战币要如何获取呢？我的回答是，助战币就靠神殿吧，每日带5场就满咯。想赚助战币的大大们呢，多来带带我吧，我的次数很多哦。其他没提到的日常是不建议使用扫荡券来扫荡的，但是如果你扫荡券过多，或是你太忙了，或是你睡觉到一半突然想起你忘记完成，那你就使用扫荡券扫一扫吧。最后一点，其实一张扫荡券也不贵啊，一张才3钻，最近官方又一直无情的开送钻石哦，就算全部使用扫荡券来扫荡啊，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收益。这里再次建议大家一起扫荡起来吧哦，希望今天的影片呢能帮助到大家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喜欢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期再见哦，大家拜拜。